好了，那是我的声音吧？二三，对啊，刚刚那是我的声音吧？你说还没好，吓了一跳。所以 LED 对于雪镜来讲反而不好。有点亮亮的，我还有个什么？右边的天有点亮亮的。嗯，还是要下雪。哎，你帽子怎么拉了吗？都拉好。那我的，我的，我没有拉。你帮我弄一下。已经装满了。就是稍微摇一摇而已，还好。要滑这一段？啊？你要滑这个？我一没滑过的。哦，对，先滑一下。滑下来，接着上去往右边就会坐我们有滑过的缆车了。不过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哈，滑它一道，滑它的线，滑出自己的线。嗯，这里搞不好直冲就够了。罗浮会就很空虚耶，一路上都没人，就很久久来一台车，就久了七分钟一般哦。不是一般，十分钟，十分钟多一点，一般，七分钟到，要留上下车时间。不过这应该没有时间表吧？好像不知道，只有绿色的，绿色的那个在那，然后后面就看不见了。现在呢？它的哦，能见度不好，肚子在那，但是后面就看不见，它完全看不见，不知道拉到哪去。就那今天。那个是他下一个柱子嘛，还看得到，但是后面就看不到。嗯，我猜那个这个为什么这么不清楚啊？来看到车下来了，百万人，我猜百万人那个水平线以下才有能见度。现在黑鸡又要滑到昏头了。嗯，黑鸡也是到一半以后。这种就是没有声音的雪。是这样，就是主要是这样掉在身上。应该说这个压雪过上面又下了两公分吧。那个各位觉得它有下，它有压吗？它有压，它真的有压。有人的声音，但是没有看到人。压完雪也没有别想小动物在雪道上奔跑。但是为什么这个人滑那么爱心有吧？啊，不是啊，不是人滑的，是刚阿北走下来的。没有。是他走下来的。我想是怎么滑，怎么那么弯？
天好好看，还是是这么酸痛？昨天好痛。你嘞？你是腰哦？嗯。你腰怎么了？你腰怎么了？酸啊。为什么？你哪里用腰？不知道，应该是要用得到。那我可能还不对，我还没有用到腰。我用到腰是要爬起来的时候用到腰，然后很痛，又不敢动。我在看线，这里竟然有停的地方，动不了。大家都不见了嘞！我是说，大家刚上去都没有人下来。他们可能都往那边再上去啊。我们也要往那边、啊。我们要滑这一道的话，嗯，看是直下有点太平，直右又回来。下面有个接回去的地方，不是要这样直下去啊？那就先直个五秒，再看看有没有速度。横仓是那个？可以啊。是在那。那你那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大家刚刚这个做完人去哪？没有一个缆车在等啊。这个还没开始哦。我们等一下要做这个呢。没有缆车在动啊。要做这个，这个。这没有在动，你要做。我们下一次再上来的话就有了吧。我是说人去哪了？在前面啊，都还在椅子上。哦，都还在椅子上。我以为已经有人下车，然后为什么没有人在我前面移动呢？前面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急忙忙，结果也还在椅子上。这个缆车就是这么慢。怎么这么久？我猜那边九点开始吧。总之我们还是一样，这边先滑一道。哦，我被他们那么滑走，我就白白的面了，我要活了。有啊，白白的面啊。他们顶多十个人，要是有人往右边去的话，你左边什么都没有。我要滑左边啊，我要滑左边。好，左边上面不要留，不要去沙太多、哦，后面的很平，你也看到了。我那是缆车站了吗？对啊，是啊，二三号。不是啦，我是说后面山上的是缆车站吗？你这么近吗？没有。那我看到的是什么？哦吼，三道、四道、五道、六道，小朋友能滑过来的地方。一滑下去才知道冷不冷。嗯，他在干嘛？他在倒沙。嗯。他会占走很多。很多线、欸，它不是两道，它是刮了好大道。那里不是缆车站吗？那里，你说中间站，对，那就是中间站。对啊，我就是为了黑黑。我刚还没看到。哎，哎呀，小仔呢？快跑！出发了吗？出发，最左边或最右边。再来一次，缆车坐的有点久，就是。
会荡出去。小心小腿被压，我也是。那个时候我也注意，避免二次伤害。这是刚刚的女生吗？是啊。就是在水边上滑，我觉得我其实被压扁。这座好像坐快要十分钟了，嗯，有没有？五分钟吧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坐蛮久的。不知道现在几点了？刚刚快九点了。就是坐十分钟，滑三分钟。不会冷，不会冷，山下真的不会冷。没戴面罩，没风啊。我看到车了，车又来了。你是说他到底是他的到底是车在线上跑，还是是线可能被拉？我那永远都是用线拉的啊，所有的缆车都是用线拉，都是被夹在车上。对啊，夹在线上。车在跑的话，车子负动力源太累了，动力源在站上面比较简单。所以他的头上附的轮子是进站后再用。啊，它上面有一个轮子啊。嗯。那是夹，通常是夹住轮子，是被进站后轨道上，它分离后才会用。轮子现在在动。啊，是哦。它轮子在动。我那天在大的时候，我好像就在看，它到底是轮子在动，还是是它线在动。这种菜品你觉得没有录的必要吗？你会想要这种啤酒白录？可以啊，但是你刚有跟我吗？没有啊。对啊，不是滑自己的吗？哦，我滑了以后没有，不就没有我的线了吗？你可以错开的那种滑法。我跟你的话，我是故意跟你画八的那种，这样子每交错一次就有一次禁烟里的效果。听不懂。就交叉的时候，你后面的烟我可能就会有唰那个声音，烟喷在脸上的声音。不懂吗？不懂。交叉不是很危险吗？后面的交叉，所以你这里，然后这里有烟，然后我接着过来，可能就穿过那个烟。那如果我要跟你的话，就是一直在烟后面的话，就是看不到什么。那个烟又不大，要忽大忽小才感觉到烟。嗯？你知道自己的线是哪一条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蛮深的。因为很重啊，不会就这个吧？搞不清楚，因为前面真的太平了，看然后停下来了。所以你有时候你要拍是说跟在人后面拍的那种，而不是停下来拍的太那个了，太平。嗯，对，是还可以了。你要跟在你后面，都可以啊，谁？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就好了。那你这样子滑一次还滑两次？右边开始转了吗？或者我听到叽的声音，是近的声音还是远的声音？远的。我觉得，有在动了。所以要滑右边了。为什么这边雪地比较稠啊？没有平啊！我靠！因为其他人滑过了。哪有那个方向怪怪的？哦，嗯，这里应该有压雪啊。有啊，一道、两道、三道、四道。你是说地上有那样一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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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确实怪怪的。因为理论上它是压过雪之后再降在上面，所以上面应该
像要像这样平的没有痕迹，所以那里会那个样子，难道那里不压雪吗？但是我觉得很怀疑，不应该这样。那我用同步跟你同步的动作来做吧。不要同步了，我说建议你交错式。那我就交错，我不知道怎么交错。我往左转，你就右转嘛。两个人，两个人是这样。好，同步，先同步。我不会。你跟我先同步，然后我跟你用八字，然后各自看效果。那就再一次这边，然后再一次那边。你是要先跟我还是后跟我？我不用跟你也可以啊。都可以啊。你先跟我好了。好，同步的。你说、你要求要同步的。你要跟我。我跟我就是跟八的啊。好好好，那你跟我好了。好。因为前面那个我又不认得路，那再换那边。就在那里啊，我们上次就滑过了嘛。我在跟着。啊，我现在我后面没长眼睛，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滑的啊，所以我也不会那种。好了。这做八真的会有岔了两次，所以进入你的那个粉里面就岔。怎样？我会想我是不是滑的不直啊？不会，后半部是直的，只是轨迹在哪不知道。应该是在这边，因为我到滑这边都没有人，真的没有人。有一个轨迹老是被人家截断的那个就是你的了，因为是我去截断你的。不是要滑右边了，对啊，你看很弯耶，很弯，很弯，嗯，很弯，嗯，应该这个比较 S 的是我的，
因为我要跟在你后面。还是不知道这两道哪道是你的，哪道是我的。但是我都有故意去跟你交叉，这就是交叉的地方。很浅，没有昨天那么深。这不是下面吗？今天大概是两公分，雪是全面的啊。昨天的黑积大概有五公分，那种厚厚的感觉。这里的话，认真弯的话，还可以弯出那个压雪道的声音，有唰的声音，我有。我在转的时候有几下有可以感受得到压雪条条。哦，有啊。有啊。你速度快一点，弯转多一点，你就可以压到、刮到它。那我当然用手摸摸。还用手摸？我想感觉一下有没有啊。这是联络道吗？慢到不行的联络道。他有认真的用弯的，你看他的速度就比较快。你说这个是教练吗？不知道是不是啊？应该是通常对的。但是如果他是教练的话，他没有在管后面的，他刚只回头了一下就走了。还有地方，还有地方没有。还有空。那我们从这边下，然后这边切。哦，那反正话我跟你啊。因为我觉得右边好像推比较远。哦。所以这边下取速度往右切。哦，过不去是不是？上面我猜右边要到可以滑下来的地方，要走，左边比较快。走。你看，大家都不会啊，只要几根柱子啊，几根柱子就够了。四根哦。不知道啊，一二三，这里可能有一根，三四五根的，五根就够了。就只有看到鸟在这里。不是乌鸦吗？不叫，不是。这只不叫。很安静，沉默的人。要不它就是沉默的乌鸦，要不它就是别种鸟。我觉得别种鸟，因为乌鸦我觉得它头很大，方方扁扁的。我有点冷哎、欸，你会吗？我没有。我手臂冷。哦，这边中间切的地方看起来比较厚哎，就乱乱的。这个地方切过去，可能突然间就急减速，我好像上面只好直的切过去。鼻子在里面吗？嗯，鼻子完全的露出来，真的。嗯，你就觉得完全，我想要完全的，竟然是直接露出来。我的鼻子不够高。阿爸要学的教练。
没有看到车子，又没有车子，然后看不到终点。哎，没有啊，往前就可以了，往前就可以了。哦，很好。我就是说要走这一小段。很厉害，我现在走起，就滑下去了。好了哈，我要跟你啊，好。嘿啊，啊不交叉、哦。随便你跟。不到，我已经有在控速了呢，我后面看不到啊，那你直冲应该就追得上我了。接回去恒昌旁边那个、啊、二期吗？对啊，这个其实这个也很贵吗？嗯、啊，这个也很贵吗？这我不知道，是不是上次来我也问过 Astoria Hotel 好像就是哪里啊，哪里有贴广告说他可以去泡温泉吃甜点啊？这家就是那种小海报，没有看到。奇怪，我们那么多天早上都在那边穿鞋子，都没有看到红叉路出来，今天第一天看到。嗯。哇，大家忘了带他去扁扁。那他也很乖，都没有。哎，还叫吗？对啊。只是他尿完恨不得赶快冲进来，自己开门。脚太冷，脚太冷。到底是学犬啊，人家家苦都没事，家苦高兴的人、嗯、家苦就相对热情很多，你不觉得吗？高兴的话，嗯，啊，火塔我太冷淡，刚那位像教练的，自己又在滑他的。远远的两根柱子是什么？嗯？远远的两根柱子是什么？缆车应该没有到那里吧？很高，这个缆车很高，要比二期高啊。他比较多一点。
这样讲的话，确实。好冷，我要冷。要去很长吗？哦。要去38吗？度吗？好啊。这一次挑战坐大弯，就是几乎不要停的话，也许会比较不累。我昨天那个滑降法还是会累，因为脚要弯着啊，但是中间又要慢下来，所以整体持续弯脚的时间比较长。但是如果我再花更短的时间的话，就也许在弯脚，就是蹲得很低，重心取很低的。弯腰翻蹲，这他就这么下来了。所以我们严格讲还不算真正有下，我们是有路过，是滚下来的。我们是慢慢的下来，人家是用滑下来的。我觉得好冷，你都不会手冷。我是手臂冷，现在是手套冷。不是，我是手臂好冷。这里好近哦，快要碰到了。这里可以了，有人刮过了，有点硬，有点硬。我刮了左边有点硬，光下面好像不会硬。毕竟昨天只有2公分，我弄不到，已经太软。如果10公分的话就会更软。到了啊。往没有我想象中的高。往右边下面滑去28。还是那个下面不是28，27。哦，是啊，对。他也开了。刚滑过去，他又没开，这样不是有点生气？9点应该开了吧？开了吧？这样。小龙妈妈。这里也是粉的哦，完美一下子就到了，3个弯吧。
有吗？人哦，人啊！现在都坐到户外了，好冷啊！嗯，好冷。去恒昌取暖。你要看会不会吓到发热？吓到了。我那边都会喘气的。啊？下的时候要喘气的。我不就说会用力气吗？奇怪，我好像不用。我看一下我會。你看那个切割的形状，是谁做的？不知道。你要这样子。还是他有画画？他有画什么东西吗？没有吧。没有吧。好神秘哦、喔。就刚好就这样掉下来，掉满地了。但是是锯齿状。嗯。有点平哦。嗯。上网的寂寞是什么时候？好像也是三月底，对不对？嗯。哎、欸，那应该说三月一号就算寂寞了。是吗？对啊。三月一号吗？真的、喔？因为我那天好像在有就是在找 Ladies Day 的时候，嗯，我好像看到什么寂寞就变三千多块，是三月一号还是四月一号、嗯？啊，那表示这里够冷。我忘了耶，我再看一下。就是说，如果又要找那种三月又还可以再滑的雪场的话，再来到吧，再来到吧，行。嗯。算了啦，就滑完了吧。嗯，没有。那这赏樱花了，没时间的啦。而且应该，我们应该要去那个啊。哪个？去找去哪？嗯。去他家附近赏樱花，他家附近那个也是那种小水沟边，然后有很多樱花那种。去他家玩，那他要带什么东西去啊？想一想，从台湾如果行李箱放得下，买一个凤梨酥好，那也不能拖太久，对不对？这样讲着讲着，有一点点想吃家的，但是我想吃就是吃个一两颗就够了。你嘞？要回去嘞？你到底想吃什么？还好呢。什么东西都没有想。想吃什么吃什么。我们那个在加隔离那个 Uber 的时候可以叫玛娜哦、喔。嗯。然后还可以叫，我觉得双月叫来也还不错啦。双月食品证也还可以。然后要吃麻辣锅吗？可以叫詹记，我自己吃了三天呢、欸，我吃了三天才把它吃完，用我的那个大炒锅煮，刚刚好。你是没兴趣吗？就是你想一想，你想吃什么没？回台湾不就是吃东西吗？啊，嗯，你想吃什么？现在你随便讲，你想吃什么？麻辣吧。蛮呐，我好像一次，我好像吃了，我、哦、吃了两次嘛，一次吃了红烧牛筋面，一次吃了我的酸菜肉末汤面，嗯，都想吃，这两个我都喜欢吃。还有什么？馄饨铺子也不错，但是我没外带，没有叫来过、嗯，因为那个钱太少了，没有办法。嗯。馄饨不止我也想吃，我居然有列在清单，你知道有什么吗？嗯、咖喱烤饭。嗯，我们公司以前永吉路那边那个，我也想吃那个。好冷。你可以，是不是大？其实下去就要直冲了。嗯，因为不然我会上不了很长。因为我每次都要自己滑一滑才想到啊，有但是直冲老实说带不了多少速度，横仓那个弯就是得推一下。然后其实我也想吃那个鸡腰骨的剥皮辣椒鸡，它挺不错，然后加辣椒加很多，因为它太辣了，都不敢吃。它的也好吃，太辣。嗯嗯。
了不起，干嘛？现在百万人的能见度 OK， 所以我就猜今天能见度大概到这边，到百万人的上部黑鸡的中间。我在休息啊。那我下到你，你再下，再看得到下面的地方，然后我再回头录这样。我录你就好啦。你要我凑到二七那边录啊？所以要用手机录啊，高破录就太小啊。啊，你要先下。那我帮你录啊。哦。好，我先下。哦，好啊。
OK。对啊。哎咻。はい、大丈夫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怪我ないですよね。はい、ないですか。はい、ちょっと上から今2人を降りてくるんで。は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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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はい、ちょっと今日休憩。
休息。船啊，船哦、啊，船啊，船啊，就很喘啊。啊，坐了十分钟吧，很喘。坐在那里喘啊？喘什么啊？我刚好感觉一下，我没有在喘。其实我早上啊，隐形眼镜一直都有一点糊。然后我刚刚一开始下的时候看不清楚，然后我发现看不清楚有差，因为看不清楚你没办法预先。我没有带反，但是啊，他就是我要把眼泪挤掉，然后过一阵他又好像跑进去一样。然后眼睛看不清楚的话，你没办法预先
前面有个窟窿要凹一下这样。对啊。那你刚刚是发生什么事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不知道，我看你也滑下来了，吓死了。对啊，滑是滑下来了，但是。因为你把车留在原地，还有那个人有救。那我还在想说，我是要坐到梯上上去救。不是不是，我就想说，我先把座位弄好，一来我累。二来如果爬上去又一定更累，我就想说应该会有人来吧，我先坐着休息一下，一回头看真的有人来救啊？有没有跟人家道歉？有啊有啊有啊，然后他问我说有没有受伤，我说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坐着啊，我耍赖啊，我爬上去的话我今天就不用滑了。没有，因为滑到中间一个线以后啊，你看不到我，你就会在水平线后面，所以我才叫你说要在接近站的地方才录得到。你如果站在那个山脚，你只能录到一半的东西。你知道站在那边我看得到你吗？只有头而已啊，看不到身体啊。有啊，就是有身体啊。因为我只看到你的头啊。然后现在又走这一段，又好累，又判断错误了，要更早一点直冲。就是太热了点，好热，又热又喘，这样就耗掉了二十分钟吧。而且啊，正面朝下的话，它也会停不下来。你没看到我往下滑了一阵吗？身体。是啊，对啊，我看我昨天在打滚的时候。打滚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，是不是我要比较横着，横着比较不会往下滑。直着的话，受力面太小。你在滑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改变你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怎么滚就怎么滚。我那时候可以啊。对，你看我知道你一定会拉上，我就直接把板拆坐在地上。很好啊。你就会让我等很久。很久很久。那我也坐着休息好了。哎呀，坐着坐着。我现在里面是汗吧。那两个是在练那种小的小转啊下来的，对，蓝的比较不好，蓝的黑的还可以，蓝的滑的比较不好，我都怕他们自己技术不好去撞你。不会啊，他们还有段距离，然后雪板好像也不敢下来哦，到底所以那个雪板到现在还坐在上面了、哦、没有，雪板下来了、哦、雪板最后是这样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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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的、啊、雪板到底雪板在这种坡道也能做什么事啊？他们不能换边吗？不是，不能 S 吗？他们可以啊，但是转直的那一瞬间是最害怕的时候。他就完全没有 S 啊，他就直接这样整得下来。对啊。嗯，就觉得，那、啊、你们雪板的都不用弄一下吗？看你耗体力了。是还好。我有录到你摔出去的过程，然后说，哎、欸，我觉得不是你。那我是怎样摔？是脚前摔还是脚后摔？好像是，感觉是身体往前扑吧，因为我是两个板同时扑，就是身体向前的，然后板就留在原地，然后身体。嘿，板子留在横梢之壁。就这样，就看你这样滑滑滑，而且你好滑了一段，停下来又再滑一点，是不是？啊？对啊，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，好、哦，好像快停了，结果咚咚咚，屁股又往下滑，那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我要不要改成横的？横的就比较不会往下掉了，还是怎样？欸，那个雪真的很松又很多，欸，我在那里踩半天，
踩半天几乎还是不能固定的，而且幸好我已经学会了先做好立足点，不然撑板子可能就要撑很久，看不到点，看不到。你就一副要你，其实你滑的，因为你所谓的低，你都一副要摔倒的样子，然后这样一个才一个小个弯就要停一下。不，那时候我在眨眼睛。哦，然后这就滑的比较斜了，然后就好低哦，你的姿势都好低。低，低很安全啊。然后是不是就坏这了？哦，对。然后就滚，然后感觉又滚滚滚滚，没有没有，那对了，就是我的脚在前面嘛，但是我的眼睛没有吸收到资讯。如果我知道那里有个波，我身体会做出对的反应，但是那里没有，我身体就突然往前扑了，你看都知道了。好了好了，有力。今天在我就这样一个，然后往前旋转吗？屁股啊，屁股无效，屁股那么好笑。嗯，就这样。好吧，可恶，隐形眼镜还是影响到我了。好啦，这边太阳，恒昌的太阳之神，对，上去就没有了，都会有太阳。现在切去黑鸡吧。嗯，好。大森好像没什么，就不要去了。太平了。而且大森的币都是馒头，大币跟小币都是馒头。嗯，不好玩。但是我刚，你都没有看到我滑，你可以回去看我的 GoPro。就在乘风破浪，然后就这样跳着过。有啊，你今天的横向移动速度比较快，超快的啊！我就觉得要站稳，就变兔子，然后就在呼，然后又过去。对啊，你这个下法，不知道你几个弯就下去了。跳啊跳的，大概8-10个弯吧，还是20个弯以内？就还没有勇气像人家那样急急向下，而且我们也不会小转，所以没办法。其实那个小转，也就是连续的找个地方站而已，讲是讲而已啦，但是要有那个勇气。对啊，因为毕竟它是正面向下。对啊，而且那种滑法，不知道那个后面锁，还要再加一个，那个锁住的那个要不要锁紧一点？我不确定。是。
想要尿尿哎、欸。你想要吗？我想要哎、欸。就觉得这里你也要叫，这里已经轻松了。我还是趁机蹭了一点，现在已经到处都可以蹭一下了。关关关，流鼻涕。确定。